难道人爱之家的囡仔平常时是真难得有机会会当出外佚佗？地方中岛有线电视公司这次就特别关了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的门票，来到仁爱之家，而且嘛趁这个机会来了解仁爱之家的囡仔比较较欠缺的资源。李中岛有线电视公司希望未来会当整合资源，确实帮助到咱地方的囡仔。丰原、然后后里跟外埔，那当天一张票三个展区都可以去使用。十九号早起，中岛有线电视公司特别早调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门票，来到南投仁爱之家的二小家园，希望予遮个囡仔，买单甲一般家庭的小朋友同款，有机会到花博佚佗。今天非常感谢中投有线电视公司，然后到我们儿少家园来拜访。那最主要是因招待了我们台中花博的一个门票，让孩子在假日中能够去活动，充实他们的一个休闲娱乐。我们捐献了一部分的台中市花博卡来给仁爱之家，让这些小朋友们除了在平时的用功念书之外呢，也能够有一个快乐的一个娱乐生活。借由这一次的一个花博卡赞助，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能够一起来做过公益、做善事，让这些需要关怀、需要爱的一个小朋友们能够有更健康、更开心的一个长大的一个过程。我们下个月可能就是有一些食材的东西会比较需要。探到这处的关键，中岛有线电视公司也顺便来了解到仁爱之家所欠缺的资源，希望作为未来公司办理公益募款或者是募资款相关活动时阵，要来努力的方向。预计未来我们也将为仁爱之家能够会办理一个物资募捐的一个活动，希望能够吸引我们整个南投甚至整个中部地区的所有的善心人士与机构能够一起共襄盛举，来捐出我们一己之力。那另外就是也洽谈关于要募集物资的活动，在这里也非常谢谢社会各界的一个善心人士这么踊跃的帮助我们仁爱之家儿少家园，然后让这群孩子能够得到应有的一个关怀。就到这处的关键，中岛有线电视公司也希望影响到社会各界做回来做爱心，关心社会中的弱势儿童和少年，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成长过程。记者陈信昌报道。